第403章，赶出云家。齐元那边打了电话过来，方家看在少帅的面子上同意讲和，不把云家驱逐出大院。但是云家的人以后见着方家的人必须绕道走，尤其是梁秀琴和云子林。这个条件虽然听起来不大好听，可云溪清楚这已经是方家能做出的最大让步。毕竟梁秀琴这次不仅讹诈方家，还不小心打了首长夫人，换了别人恐怕早就从京都消失了。如果不是穆飞驰面子大，这事也不可能就这么接过去。不过云溪从小二姨那儿得到了一个预料中的消息，他妈和云子林被他爸从云家赶出去，让他们搬到养生会所去住。云子林不乐意住会所那种地方，抛下梁秀琴留在了云家。会所那个地方离学校远，坐公交车都得一个多小时。大冬天那么冷，能从被窝里爬起来都不容易了，更何况还要提前一个多小时起来坐车上学。云子林这种坐惯了私家车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舍得云家的安逸生活去陪梁秀琴吃苦呢？他不走，梁秀琴就得自己一个人走。明明有三个女儿，出了事却只能孤孤单单一个人，这是他自己作孽的下场，怨不得别人。入夜凌晨2点，街道两旁的车子渐少，这个繁华的都城渐渐进入沉睡。梁秀琴的养生会所早早就关门了，马路边的银杏树下停着两辆挡了车牌的面包车。领头车子的副驾驶座上，风阳懒懒地靠着座椅，手里把玩着一把黑色的瑞士军刀。他抬手看了看手腕上的潜水表，暗蓝色的荧光指针指向2点。陈冷的声音飘在车厢里。动手。是。车子里的蒙面黑衣人一个两个手握棒球棍，拉开车门纷纷下车。十几个人走到会所门口，其中一个人利落地解开门口的铁链，打开门窜进会所里。很快会所就传来东西被打砸的声音。原本住在办公室的梁秀琴听到楼下传来的声音，下意识地抓起手机，战战兢兢地就往洗手间里跑，锁上门不敢出来。吓得哭了一脸泪水，却连一丁点声音都不敢冒出，生怕楼下的人找上来。他屏息凝神，提心吊胆地躲了好半天，直到楼下的声音消停了，他蹲得脚都麻了，才哆嗦着换了个姿势。手里攥着的手机拨了好几个电话回云家，却没有一个人接听。这种时候他一个人又害怕又恐惧，可偏偏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甚至根本求救无门。银元峰对他这么无情无义，云家的人也没一个有良心，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都是因为云溪那个丧门星。他真是他的丧门星啊，打从他从乡下回来，他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越想越恨越难过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直接睡在了洗手间里。得罪苏家的事，云溪并不打算让穆飞驰插手，他想先让他爸提心吊胆过几天，免得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他妈稍微用点苦肉计就把人放回来了。他妈不在，云子林不乐意去住会所，等同于离间了他们母女两个，一个云子林根本不成气候。梁心怡最近学乖了，只要她不作死，她可以把她留在高考后，等着舅妈来一块收拾。二婶对管理云家没什么兴趣，反倒是她最近给她的几个中成药的药方已经审核通过，拿到了生产销售权，这让云溪很高兴。二婶也没亏待她，直接给了他研发的提成费用和经费。
那是一笔不少的钱，不仅他大学四年的学费有了着落，他还可以用这剩下的钱去投资稳定收益的项目，让钱生钱。